虽然营建业景气低迷下修，中钢构仍然努力开拓业务，降低内部的成本，要力拼全年订单可以达到18万公吨的目标。中钢则是在内销客户提货意愿增强之下，去年12月份的钢品出货量有78万公吨，优于11月份。今年1月份也期许可以比去年12月份的出货量还要好。